新冠肺炎的最新消息持续带大家来掌握。指挥中心呢，因应这个长荣机师染疫案哦，在9月4号，也就是礼拜六的下午2点半呢，是发出了超过有110万封的疫情警示简讯。那么这可以说是疫情以来的最大量的一个疫情警示简讯哦。好，那么这个细胞简讯发出之后呢，很多人收到之后，其实比对自己的足迹，发现其实想不到自己足迹到底跟这个确诊者重叠在哪边。而且呢，许多民众哦，这个在接到简讯之后呢，检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好像这个心理作用的问题，感觉也好像有一点点不舒服哦。因此呢，在台湾许多县市的部分呢，这个筛检站都涌入要来筛检的人潮，从这个周末开始。好，我现在站的位置是在台北市的联合医院仁爱院区这边。好，今天虽然是周一的上班日哦，但是呢，还是有很多民众在接到简讯之后，趁着在今天上班之前来到筛检站这边来进行筛检。好，那么在筛检站呢，除了已经有原本预约好的民众来进行筛检之外，那么现场也加发了这个大概有100-200号的这样子的号码牌，让现场的民众可以排队领取号码牌，也来进行筛检。除了这个单一筛检站之外，包括双北还有其他县市的地区，其实都有这样子有加号的这个状况，那么都比平常的筛检量高出了1到2倍左右哦。好，那么最新的数据提供给大家，在9月4号疫情简讯发出之后，包括在台北市的部分呢，其实整个周末就已经采检了1818个人，而在新北市的部分呢，在5号，也就是礼拜天的部分，也一整天采检了2430个人。好，因此可以来说，整个在周末的部分呢，在双北地区呢，就已经采检了超过有4000人左右哦。而在这个主战场桃园市的部分呢，在昨天一个上午也涌入了四个筛检站，也涌入了超过400个人来进行筛检哦。好，那么在今天礼拜一的部分，还是在筛检站的部分可以看到有许多民众来排队来进行筛检。好，另外呢，针对这个疫情的部分呢，这个长荣的后来染疫的2位机师呢，他们的基因序列结果预计也会在今天下午有这个初步的结果。那么外界都评估他们感染这个 Delta 变异株的可能性非常的大。好，不过详细的结果还是要等待今天下午的记者会来进行公布。那么提醒大家，你有症状再来采检，不要造成医院的负担。那么以上是在现场掌握的情形，还给彭内。